太皇太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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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后娘娘，把人放了。可是这人犯是太皇太后带来的，真是不事好歹。现如今太后才是这后宫的主人，你连自己的主子是谁都分不清，你这差事还想不想要了？是是是，卑职日后定为太后马首是瞻。行了，快些放人吧。是。 没你事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恭喜你。 起来吧，妙容。你说这喜，这喜从何来呀？娘娘，您现在是一宫之主，呼风唤雨，想如何便如何，可喜可贺。可是哀家却不这么认为。 现在道喜啊，为时过早了。别忘了，还有一个嘉南公主呢。娘娘，现在嘉南公主没了太皇太后撑腰，早已不能和昔日相比了。她怎么能和娘娘您相提并论呢？那你可真是低估她了。就算没了太皇太后，可她依旧是监国公主。 而我呢，我就是一个统领深宫妇孺的奴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那娘娘，您想怎么？